青山带远色，乌比挥画闲。在中国版图上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其独特的山水画卷令人瞩目。在广西的历史长河中，有一座城市虽三度错失省会，却仍是广西的工业翘楚和交通要道，这就是以工业闻名的柳州。工业城市中山水最美，山水城市中工业最强，柳州可不只有螺蛳粉。大家好，我是唯一，现在呢就在广西柳州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认识柳州是因为一碗螺蛳粉。我呢也是第一次来柳州，今天准备去逛逛他们城市比较有特色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柳州又叫龙城又叫湖城，正因为龙江和榕江在上游的强势加入，使得柳江在下游将整个城市环抱在一个巨大的湖中，因此得名湖城。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柳江的江边，柳江的水是真的清澈呀，到这个江边你可以看到好多垂钓的人。柳州是一个工业城市，但是柳江的水质是全国第一。柳江在柳州拐了一个 U 型弯，把柳州分成了南北两岸，所以它在上面建了20多座跨江大桥。柳州呢又被称为桥梁博物馆。我身后的这个铁桥呢是柳州第一个跨江大桥。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，为了连接湘桂铁路与北方战场，柳州急需一座跨江铁路桥，1941年正式通车，由此柳州奠定了西南交通枢纽地位。在抗日期间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。1996年，百年一遇的719洪水来袭，柳州人民团结一心保卫柳江铁桥，谱写了铁桥保卫战的英勇篇章。如今这座历经沧桑的铁桥依然屹立，见证着历史的变迁，到现在都还在使用。现在这里呢也是来柳州必打卡的一个地方。看了第一个建设的铁路桥，再来看看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建设的桥，这是柳州的第22座跨江大桥，叫做凤凰岭大桥。它的形状呢是他们三江风雨桥的样子，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惊艳到我了，我觉得哇塞，好富丽堂皇啊。柳州的每一座桥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和故事，我们沿着江边走，发现了柳州最特别的事情。来了柳州以后才发现，他们不只有螺蛳粉，还有一道名菜，就是剁椒鱼头，看超级小巧。大家在网上都管这个小艺叫剁椒鱼头，它体型比较小，长得非常可爱，可能女生会开的比较多一点。看这一排，这一排呢基本就是给他们停车的专属停车位，所以这个框画的都比较小一点。这车呢我觉得在城市代步真的非常方便，这个车位可以停两辆车，就走到哪都好停车。咱们本地市民买那个车有优惠吗？有。去的那么多城市，就你们这城市这个车最多。是啊，这是我们这里最强的。对，你们这里的人我觉得挺支持本地品牌的。是啊。啊，不吃不吃，谢谢谢谢大哥，不吃，真不吃。那你们不用喝茶吧，谢谢。我们的宝骏呢也是50的，开着它已经跑了22000多公里，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他的老家。50的这个总部呢就是在柳州。
柳州市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为中国五大汽车城之一，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，以汽车、机械、钢铁为主导。柳州工业历史悠久，1933年，柳州人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辆木炭汽车，开创了广西生产汽车的历史，为抗战中克服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1937年，柳州成功自制第一架军用双翼战斗机“朱荣章号”，成为了一个能造飞机的城市。除了重工业，还有不可小觑的轻工业，比如我们熟知的两面蒸牙膏、都乐冰箱、双马电扇，应该都是一代人的回忆吧。再到现在的五菱汽车，柳州制造无处不在。柳州的工业发展史如柳江般蜿蜒曲折，随着时代变革，却始终保持着向前的步伐，书写着新的辉煌篇章。柳州呢，不只有工业这张名片，还有山水这张名片，所以我们今天打算去浏览一下柳州的风景。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南车渡码头，去体验一下他们的水上公交。其实在我们兰州也有水上公交，但是我也从来没坐过。这个码头对面就可以看到柳州的 CBD， 有点像小香港。这个轮渡上船买票，现在是4点，4点钟坐不上走5点啊。就是你再小时一趟这边啊，一个船能坐32个人，一个小时一趟的，这个我们肯定赶不上了。不行，我们去坐半个小时一趟的。我还好，给大家一人准备了一个小板凳，坐在这儿等。夕阳出来还挺美的，照在这个柳江上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站呢，叫东堤码头，就是终点站了，就刚好可以看见这个白沙大桥。它是世界上高度最高、跨度最大、用钢量最多的反对称结构斜拉桥。从远处看，它有一点像一个大的戒指，看起来还挺浪漫。这个游船票价也只要3块钱，有2条线，1号线和2号线。2号线是1个小时一班，1号线是半个小时一班，可以体验一下。夕阳西下，也到了我们去嗦粉的时间，走吧，去嗦粉。到了他们的胜利街烧烤城。柳州的螺蛳粉跟外面的真的不一样，柳州的螺蛳粉真的没有很臭的味道。
螺蛳粉有着鲜酸爽辣烫这些特点，它的汤呢是用浓度适度的酸辣味和煮烂螺蛳的汤水调和而成的，里面的粉是柳州特有的软韧爽口的米粉，加上酸笋、花生、油炸腐竹、青菜，再配上一个大炸蛋，真的超级美味。螺蛳粉呢现在也是柳州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一天的柳州之行就要结束了，重新认识一下工业之城柳州。它不仅有美味的螺蛳粉，更是一座山水与工业相辉映的城市。夜晚爬上马鞍山，那是柳州独属的浪漫。如果你还没有睡，如果我还不停追，如果清醒是种罪，就把誓言带走，换承诺不悔。如果你就是一切，如果我就是绝对。